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用抽血来对付酒驾呢？检察官表示，其实现在只要民众拒绝酒测，警方就能报请检察官同意强制抽血。雷厉风行取缔酒后驾车犯行，被告不可能不知该情，竟然漠视不理，而且被告前已有酒后驾车的缓起诉处分记录，竟然不知警惕，更拒绝原警之酒后酒测，企图心存侥幸逃避刑罚，犯后态度明显不佳，因此承办检察官请求法院从重量刑，以资惩戒。